金卷团队在2015年研制出 DKW-30TD 型号，中国第一条10升至30升五层阻隔功能桶自动化生产线，应用在高档农药、化工、食品、电子洁净等包装方面，整机自动化程度高，动作快捷平稳，生产效率高。例如20升化工桶24小时产量1900至2600个，机台配备独特换色装置，30至80分钟快速换色，制品重量稳定，每个20升桶的重量控制在误差正负8克之内，壁厚控制精准， EVOH 阻隔层厚度均匀，4至10丝之内，采用高精尖伺服电机系统，比传统节能 30% 以上。从吹塑成型、自动打边料、定型、刮筒口毛边、称重量、测漏、视觉检查、外观、自动堆码等，实现全自动化高效生产。